接下来我们要打3v3，男队跟女队打。好，来，你们来吧。好，，撒贝宁加油，赵老师。 我觉得我以我的体力，我防他吧。好，最难防。哇，我看大姐拿球，加油加油！打了20多年球了。玩一会儿，别急着投。哎，他以为这个大姐年龄大一点，打得不好，其实打得最好。啊，你还来？再来。 哎呀，他把我晃了！撒贝宁，加油！你喊谁呀？你喊我加油，他怎么进的？撒老师根本对他的队友一无所知，这是最厉害的。把他拦住！哎呦！ 哇！三分哦！哇哦！太稳了！好稳当！哦哦哦！走！往里推！哈哈！ 配合得很好，漂亮，棒了，棒死了，棒死了，大姐，大姐，三分了，撒贝宁，加油，撒贝宁，三分，撒贝宁，再不投进去，说不过去了。哎呀，踩底了，感觉有点对了，感觉上来了，有点感觉了，再打一个就有了啊，不慌不慌，喊着点啊，撒贝宁，加油，撒贝宁，加油。